好，我开始了。你等一下。没事。还一会儿再换一个地方。可以。这外面。可以是有的，我都发了。在外面吗？那个前台那。就是那里。在录了吗？可以出来。这个线插对，它是死角。还是这个太松了。再行一点。走，我给你们找一个，支撑一下。就是测试灯光，不要不看就。不是他们搞的比你严重吗？那是四个。入中了，他这个电能控制不够正的，我们等等，手两个也可以。嗯。要是这么薄的电线，反正可以，是吧？你看，像毛巾中的那种的话，它就会圆，差不多了。它那个用筋拉出来，因为你这个其实我学校也要是这个铁片料的。正在自动定位。